到你身上的颜色，是，所以欢迎你们来使用，然后如果很喜欢的话，请告诉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手上拿的就是最新发表的 Galaxy Note 9。那我们第一个要介绍的是我们这次新增的 S Pen 的远端遥控功能，可以看到在这次 S Pen 旁边有个 S Pen 的按钮，你只要轻松的长按它，它就可以自动的开启我们的相机功能，说按两下，它可以做镜头的切换。好，那另外一个部分呢，它可以在里面轻松按出一个感应快捷环的动作，目前是有配备业界最大的 F1.5 的光圈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在这边，我们有个增加一个智慧场景辨识的功能。它可以自动做判断，它可以帮你调整整个照片的成像，包含它的白平衡等等其他的参数，让你的相片可以照出来是更漂亮的。这次是 Note 系列手机第一次搭载 AKG 的双喇叭，所以它也是我们历代 Note 里面音量最大的，比之前的 Note 8大概大40%左右。